这可是我在西藏旅行的时候，那导游推荐给我的，而且花了好多钱。他说，只要你人生不如意的时候，转动这个小轮儿，就能扭转乾坤。骗人！哪有什么扭转乾坤啊？那可不一定。 戒指有可能是假的，老爸一直在你身边，那可是真的。我好想你。你说我之前小的时候那么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律师，可是现在呢？ 替别人解决困难，结果现在这些难事全都在我身上，谁都帮不了我。我女儿那么强大，还需要别人帮啊？工作没了，就换一个；男朋友分手了，就再找一个。大不了从头再来，啊？ 怎么再从头再来啊？我都已经28岁了，我怎么逆转？可是我现在律师证也没有，然后当个律师助理该把人家证物给弄丢了。我就觉得，你说我要是那时候我好好学习，我没招惹过学，然后我多陪陪你，是不是？ 邀您共赏，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。